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，或不轻言私语，便口立辞，弗须假誓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，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惜此过。相与从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，弥恶不宣，出言粗广，发语毁谤，朋友句话，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指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立生物，更相缠谤，言己则迷得不归，说他则何恶不往，乃至品俗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谤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，事有忧恶，伤行丧命，未来楚痛，永结因报，且细笑之请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已加一切，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，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，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，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，众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，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断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德叉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释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义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行居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摄其精神，一切同道，受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，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，令四生六道三世怨对，所忏永断，所悔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二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，或以恶口恼乱父母师长眷属及诸众生，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，或复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
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之，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两舌业，受他恶言，不能复藏，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嬉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意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其恼害。如是口业所起怨对，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生六道、三世众愿、一切怨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怨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。从今已去，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罪尽，赐复因须清净意业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恶五逆必由意造，故佛戒言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共建心之去意诸事，亦由君之总测其程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聚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，今欲改悔，先挫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三途俱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，然身口业粗意浅，异地维系难除。如来大圣一切智人于身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圣，若不折错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，防疫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与无始以来即此一行，无名起爱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，八邪八难三途六道轮回流转无不经历，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对，念念攀缘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持意无体，轻重恶业无不被造，或身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唯有痛痒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唯恐处毒不深，见人之过自愿宣说，自有千师不喜他闻，有如是心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称大道怨贼，所以今言
皆功德贼，无过嗔恚。又华严经云，佛子若起一嗔恚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嗔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顿障，时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尽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因有无量无边嗔恚恶心，乃至起嗔不必亲足，何况六道诸众生等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浮尸万里，将司以还，空自纷扰，鞭挞垂服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库，不深不重，是异地恶，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，未尝一日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嗔恚烦恼意虑忧生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俱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到披尘，忏灭此罪，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缚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守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利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愿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音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常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圣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禅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意所结一切怨对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已结之怨愿忏除灭，未结之怨不敢复结。仰愿以三宝力同家摄受，哀悯复护，令得解脱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以一恶业因缘，于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结诸怨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惭愧发怒忏悔，一切怨对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依三毒根起于贪心，因于贪始起于贪业，若忧若显尽空法界，他所有物起于恶念，我当取之，乃至父母物、师长物、眷属物、一切众生物、诸天诸仙物、如是等物，皆念属己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于嗔业，昼夜烧燃，一时一刻无暂休息，小不适意便大恚怒，取诸众生种种恼害，或加鞭杖，
或不沉溺，乃至驱破饥饿，悬浮忧喜，如是称罪，无量愿对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随逐无明，起于痴业，无恶不造，无有正慧，信于邪言，受于邪法，如是痴业，皆诸愿对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行十邪道，无怨不结，无业不造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起诸结业，或身口不遂其事，心增独立，乃至戏笑，构起是非，不以直心与人从事，横怀谗曲，无有惭愧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于六道中受大苦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身业不善，口业不善，意业不善，如是恶业，于薄边起一切罪障，于法边起一切罪障，于诸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，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今日至诚求爱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身三口四意三恶业，忤逆四众，无罪不作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六根六尘六识妄想颠倒，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于设威仪界，设善法界，设众生界，多有毁犯，身坏命中多三恶道，在地狱中受无量无边恒沙等苦，又多恶鬼无所事之，恒暴饥渴，受诸热恼，又多畜生受无量苦，饮食不尽，饥寒困苦，又畜生人中堕邪见家，心肠谗曲，信于邪言，失于正道，莫生死海，永无出期，三世一切众恶怨对，不可称计，唯有诸佛尽知尽见，其如诸佛所知所见，罪报多少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诸佛大慈悲力，大神通力，如法调伏诸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对即得除灭。六道四身今日已受对者，未受对者，愿以诸佛大地菩萨一切贤圣大慈悲力，令此众愿毕竟解脱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毕竟清净，舍恶道身得净土身，舍怨对命得智慧命，舍怨对身得金刚身，舍恶道苦得涅槃乐，念恶道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过去现在四生六道，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愿以经忏悔，同得清净，同得解脱，具足智慧，神力自在。愿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常见十方，尽虚空界诸佛法身，常见诸佛三十二相紫摩之身，常见诸佛八十种好，分行散体，遍满十方，救众生身，常见诸佛放眉间白毫相光，济地狱苦。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已经忏悔清净功德因缘，从今日去舍身受身，不经地狱道或汤炉炭焦形烂体之苦，不经恶鬼道怀饥暴渴争喉骨腹之苦，不经畜生道常在愁命驱驰宰割之苦，
若在人道，不经四百四病畜生之苦，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，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，不经饥渴困乏之苦，有缘大众从今日去，奉戒清净，无玷污心，常修仁义，念报恩心，供养父母如是世尊，奉事师长如对诸佛，敬重国王如真法身，于于一切皆如吉祥。有缘大众从今日去，乃至菩提，达身法义，至无所谓，明解大乘，了见正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物，一向坚固，至求佛道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有些人觉得，如果我们去医院、殡仪馆，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，会给大家带来霉运。但是呢，清明节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。那师父有何看法？在佛教里面，佛教的精神就在于要在痛苦的地方带来光明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选择印度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、人权很低下、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很脏乱的地方，他出世了？他降生在印度，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。那些不平等，我们讲说阶级、种姓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，所以消除了，至少在佛陀的僧团里面不存在了。再来，我们大乘佛教都很喜欢拜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。观音菩萨发愿说，什么地方有痛苦，他就会去什么地方救度他们。那地藏菩萨发愿说，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，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，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救度他们。所以对佛教徒来说，我们不是害怕殡仪馆、害怕坟墓，我们应该说，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？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。光明的力量是谁啊？阿弥陀佛，无量光的力量，观音菩萨大悲心的力量，地藏王菩萨大愿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、去医院、去一些不干净的甚至闹鬼的地方，我们会害怕怎么办？赶快念佛，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痛苦的地方、不清净的地方、有鬼的地方，就变成佛的净土，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，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，说有一个房子1000年都没有见到阳光，1000年黑暗的地方，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，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、有鬼的地方、不清净的地方，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，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。所以不是害怕它，你看哦，我害怕坟墓区，我害怕去医院，但是你还要去啊。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，
因为你害怕，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妄想，然后到最后呢，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，越来越糟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，佛的力量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地狱转化成极乐世界，要把这个五浊恶世转化成极乐世界。那要怎么转化？念佛，用佛的名号、威德力、佛的功德力带给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，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。到时候呢，大家说我又要去扫墓了，为什么？我要去坟墓去念佛。我要去医院了，为什么？我要去医院念佛。透过这样子，我们就不会害怕，而且可以转换那个地方成为净土。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，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转化成清净，把痛苦的世界转化成极乐世界。那透过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。好，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